第27题，小齐将 AB 两个正整数做质因数分解，也就是短除法。那完整的做法呢，如右图，这是完整的做法。已知呢 A 大于 B， 这个 E 呢是质数，而且这边关键的步骤来了， AB 的最大公因数是14，最小公倍数是98，那则下列哪一个关系是正确的？那我们要求这个哪一个关系是正确的呢，就把 ABCDEFG 通算出来就好。最大公因数是14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两个乘起来等于14，2乘以1等于14，也就是1等于7，这里是7。好，再来，题目上又讲最小公倍数是98，也就是说呢，这边全部乘起来会等于98，2乘以7乘以 F 乘以 G 等于98，意思是说 F 乘以 G 呢就会等于7。好了，问题来了， F 乘以 G 等于7，那 F 是多少， G 是多少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7，这个7呢它是等于7乘以1，7乘以1或是1乘7，那到底 F 跟 G 哪个是 7， 哪个是 1？ 题目上又告诉我们说 A 大于 B， 这个 A 比较大， B 比较小，所以分解过之后 F 应该比较大， G 应该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就知道 F 比较大， G 比较小，也就是说呢 F 会等于 7，G 会等于 1，F 等于 7，G 等于1。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这里面的 ABCD 都把它算出来了。这个 C 呢叫7749，这个 D 呢叫1乘以7等于7，那这个 A 呢叫49乘以2 98，那 B 呢是7乘以2等于14，所以呢这边通通算出来咯， A 等于98， B 等于14， C 等于49， D 等于7，那再来 F 是7， G 等于1，还有一个1呢，1是7。我们来看这个选项 A 呢，他说 D 大于1，不对，两个都是7，应该相等。 B 选项 E 大于 F， 两个都是7，也应该相等，这个也不对。第三个呢 E 大于 G， 7大于 1， 这个没错。第四个呢 F 大于 D， F 是7，那这个 D 也是7，这个是相等，不是大于。所以这题答案选 C 这个选项。